名人球，说实话，你这操啊你妈！哎，这你这傻子，纯他妈傻子，你真没素质啊！你哎，小垃圾，电咬你，哎，小垃圾！走了，兄弟们，不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气晕了，他气晕了，他绝对气晕了！我跟你讲，兄弟们，这个人他绝对气死了，他这一波没打过我是奇怪，我没想到他遇到我，我还侮辱一下他，他绝对气晕了，兄弟们。他这波绝对气死了，他气的妈，他直接气的摔手机了，真的。哎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没死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就一直这个一直这个性格呀，一直这个性格，你指定挨揍啊！啊，你一直这样忙，一直这样玩，你指定会打不过我呀，是不是？你说呢？这么上不行，这么上的话，你纯纯送人头了。得圈了，哥们儿，把枪丢了，把枪丢了，把枪丢了，饶你一命。OK， 打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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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进圈，拼拳吧，我们拼拳吧，在这个位置拼拳吧，来倒计时三个手。你穿那个衣。你穿那个衣服怎么那么像小仙的啊？啊，我不是小仙，我不是小仙，我跟他，我是他粉丝，我也学他玩一盆一局。来，我数三个数，咱们拼拳啊、哦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来吧！好，我中了一拳。放水啊，不放水，别放水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别放水。
哎呀！我操！你给我玩这个，玩这个是吧？给我玩玩斜踢！东西全大的，你又给我玩走位，我最后一拳，最后一拳了就只能死了。没有，我捡枪了，我捡枪，我不小心自动捡了。等一下，我丢枪，我丢枪，我丢枪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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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最后一拳吗 ？OK OK， 张国龙，好，广西南宁张国龙是吧 ？OK， 记住你了啊。